他明明值大夜，居然还特地等我送我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早安。欸、早早早。那个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，载我一趟啊？载你一趟？我刚准备上诊。没有，你不是要去健身房？你都背包包了，你就是要走了啊？而且我昨天有看到你值大夜班，你就是下班了。那载我一下啊！我很赶时间，内湖内湖啊！内湖，我没有接驳车，你赶快搭接驳车，快！不是，我接驳车已经走了，还要等半个小时，你就载我一下吧，拜托，拜托你了。别拉，别拉，别拉！我真的快来不及了，可以吗？可以载我吗？去瑞光路哪里啊？那个瑞光路一段308号。好，别拉，308号，你去308号。对啊。Dora， 我上次说要修正的部分都改好了。你们几个，我现在说出就可以。先去简报室准备一下。冠军，那个建材上次我要给你确认。好，刘翔。刘总，等了一个礼拜，这次应该没问题吧？放心吧。对，刘总，待会我提案的时候，我希望现场不要有太多人。这么神秘，好，谢谢刘总。盛哥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这里吗？到了，好，好，好，谢啦，谢啦。不会。拜。会很快吗？等你。不用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。哇，上去两个多小时，不能在这边一直等。啊，我很怕找谁。何医师，你在干嘛？擦车，车有点脏，你看脏了。还以为你在躲什么恐怖情人呢？哪来的恐怖情人啊？我不就送你过来，所以车才停在这边的嘛。所以是在等我？就，走吧。